你不需要总是问自己要去哪里，停下脚步，告诉自己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要继续。我只是在漫游，但是并不意味我会迷失。这正是路之所以称为路，传奇成为传奇，经历之后，当你知道什么是你渴望寻找的，你就会渴望抵达新的终点。